刚建不久的地图，一般环境变化不大，机器人可以稳定运行，绿色热力图代表匹配良好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环境发生变化，井型的算法可以稳定不兜定位，此时算法开始自动评价地图匹配情况，黄红色热力图代表了哪些区域发生了变化。地图增量更新后，之前环境变化的部分重新形成新地图，此时热力图回归到以绿色为主，